向2024台北新车暨新能源车特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Aris。李萨今年以治愈随行、洞见未来为主题，并且展现李萨 MIM 智行科技所带来的无限可能。在今年，李萨更是新能源超展开，这展区也特别规划了 EV 纯电、E-Power 轻油电等新能源车款区，以及畅销燃油车款区，让所有的消费者都能够一览李萨全方位的动力车款。同时，李萨全新的电动车款 Aria 也稍后将在台首次亮相，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一睹它的真实面貌。接下来，我们要邀请 Sun Girls 来到舞台上，为我们来揭开 Aria 的神秘面貌。掌声欢迎 Sun Girls！
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裕隆日产汽车钟文川总经理上台为我们说几句话，掌声欢迎。各位贵宾还有现场的媒体先进，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很谢谢大家对于裕隆日产2023年的照顾。那2023年呢，也是我们公司能源转型的一年。那在今年的2月14号，我们推出了 Xtrail ePower 这台车，这是我们公司历史上少见预售及完售的一台新车上市。到今年年底为止，我们累计的超过2500台的订单，然后呢，一直到这个礼拜，就是今天，我们有超过1000张的单子还没有办法交，这个要谢谢大家的支持跟协助。那在今年的9月呢，我们也上市了 Xtrail 的轻油店。那这个轻油店因为超强的产品力，受到消费者的支持，我们的高规车型呢，在售定的程度是80% 以上，非常消费者的反应非常的热烈。那同时呢，在10月份我们上市了 Kicks ePower， 那加入我们新能源车的阵容。那裕隆日产汽车呢，只是考虑消费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然后提供完善的品质还有良好的售后服务，用来服务社会大众。那在今年呢，在这个车展，我们呢用勇于挑战这样的品牌精神，也带来了欧利亚的一个在台湾的首发。那这台车刚才在影片上已经有介绍，可是实际上有一部分没有说到的是，因为它是新时代的这个 Nissan 的造型。那作为在2008、2009年就推出量产电动车的 Nissan， 这也是我们品牌第一台的跨界修理的一个中大型的电动车。那设计的特性可以看到说，这个车子外面是很流线，那里面内装的设计等一下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充满了日式工艺。也因为这么好的设计呢，这个产品拿到了红点设计还有IFFE的设计大奖，两个国际的设计奖项。那在今天就是台北车展新能源车展的首发，我们也已经开始可以接受这台车的订单。那在现场呢，我们给予非常特别的优惠，就是如果是首发订单的前50台呢，我们会搭售 Nissan 90年的富国力克型的一个套房。那也请大家呢热烈的下订跟珍藏。那最后呢，要谢谢大家的光临，同时呢，在过几天就是2024年的1月1号，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谢谢，感谢大家的到来，谢谢。谢谢总经理，总经理请留步，邀请总经理来到欧利亚身旁，让媒体朋友们一同来记录这个珍贵的画面。我们先请总经理看向我们正中央的媒体朋友们，3、2、1，好，你眼神看向右手方的媒体朋友，3、2、1，好，我们眼神回到左手方的媒体朋友，3、2、1，好，我们再次回到正中央，有媒体眼神需求的，请帮主持人举个手，好，3、2、1，还有需要眼神需求的媒体朋友吗？我们再看一下右前方举手的黑色摄影师，好，3、2、1，接下来我们邀请美丽的主持人 Aris 共同加入画面，跟总经理一起来进行合影。好，接下来请看一下中间的镜头，3、2、1，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右手边的镜头，3、2、1，那我们再看一下左手边的镜头。
好的，我们现在掌声以及所有的媒体朋友，让我们也请总经理坐。